从第一张的 To Hebe 专辑是在说自己，第二张 My Love 说的是爱。这张新专辑虽然叫渺小，但好像还是上一张的延续，其中很多还是在唱爱情，于是有人就质疑起了专辑概念的空洞。但是田馥甄有力地摆出了自己的理解，可能是回应得太过用力，甚至一不小心把自己近期的感情事件都搬出来了。专辑中关于渺小除了主打歌还体现在哪些方面？渺小像比方说有一些东西，像无常这种东西，你也可以体会到我们对时间的叩问，或者是一些东西你是没有办法去掌握的生命的东西，这也是另外一分的渺小，或者在感情上面的渺小，或是像矛盾这首歌，对，我自己在纠结，在自己的很多东西里面纠结，但是终究还是很渺小的嘛。我觉得大概念是这样，但里面其实还是讲了一些自己的性格，或是说感情的近期的感情观吧，对爱情或感情的体悟。近期的感情，好，我抓到了重点，近期有感情多矛盾。问句，大家好，我是田馥甄，我的独家电台专访就在动感101。Fresh Music 紫禁采访报道。有人说田馥甄想走王菲的路线，不管是歌曲的态度风格，还是接受访问时的冷淡黑面，都跟天后的范儿很像。坦白说，整个访问的前半段气氛还算很热络，但是到了后半段，不免还是会有冷场的状况。你一个人上通告的时候好像没有 SH 三个人在一起说的多吧？一个人说的很多啊，比三个人的时候还要多啊。哦，是吗？但是我之前访问 Ella 的时候，她就可以自己话说好多，所以你其实可能就是性格比较内向，对吗？我不觉得我这访谈很内向。而专辑中有一首歌的歌名你快乐未必我快乐，也让我们立刻联想到了王菲的经典歌曲你快乐所以我快乐。听说你是王菲的粉丝？是啊是啊，但是这个歌词是小鞋写的，小鞋可能更是林夕的粉丝，所以是蛮有意思的一首歌。那如果以新闻点或是大家去琢磨这个字的话，可能会这样子去说，但就我而言，我觉得这首歌其实还蛮有意思的，它里面的内容其实就是女性自觉、自我、自爱这件事情啦，是很重要的，在爱情里面的天平不要失衡了。现在自己也变成女神了，还习惯吗？神个啥呀，才不是呢。那你当时喜欢她的时候有做过什么小粉丝的行为吗？其实我就是买专辑、正版 CD， 然后听歌不停的听歌，然后 KTV 偶尔会唱，我比较少去 KTV， 但我会去演唱会。就连我自己已经出道了，他来台北开演唱会，其实我都去看过，我好像看过两场吧。犀利问句，大家好，我是田馥甄，我的独家电台专访就在动感101。 Fresh Music 紫禁采访报道。转眼黑 e 已经以田馥甄的身份发行了第三张专辑，这个个体的身份跳脱出了 SHE 团体里的唱跳可爱风，转而投入小清新和独立态度，迅速吸纳了另一波歌迷人群。专辑里面自己坚持的独立态度和公司要求的商业元素，你是怎么把控的？其实我觉得都商业啦，整张其实基本上都商业，但是在自己的喜好跟市场的需求上面，我觉得目前觉得拿捏起来还算蛮平衡的。
就是公司会去衡量这一块。专辑里有没有自己最得意的作品？得意啊，渺小。收到的时候就觉得 yes 这个词那个曲。去年 SHE 合体复出演唱会，看你就频繁的在 Hebe 和田馥甄之间转换身份，你还习惯吗？会不会觉得太跳跃？跳跃倒是还好，因为一进入那个音乐状态跟那个工作，尤其是自己一个人跟两三个人一起的时候，那状态就差很多，因为三人就洗脑，然后反正就是不正不经的，然后快快乐乐的，然后很开心的，都每一个通告就像在玩一样。那自己的东西其实就真的要花一点心神心思去剖析自己的东西，一再的介绍自己的专辑，但我觉得还好。然后两边互相的转换，其实进到 SHE 里面工作算是可以歇一下喘口气。当初跟 Selena 和 Ella 一起参加华研唱片公司主办的宇宙美少女实力争霸战，随后成为 SHE 其中一员，到现在十几年过去了，作为公司元老的三个女生也成为了唱片公司的股东，当然也就会有一些小权力在手。听说爱着爱着就永远这首歌本来不是给你唱的，是你硬跟公司抢过来的，对吗？我经过，然后他们在放这首 demo， 我说这什么歌，有人唱吗？没有。谁写的？哦，那我要。我说有哦，我说这写的什么？谁写的？然后有收在我专辑里面吗？因为那时候还在收歌的阶段，他们就说没有。我说是哦，那我要唱，我要试唱看看。所以田股东的架势就出来了。也没有啦，如果真的太不适合，我觉得公司还是会有他们专业上的判断。你现在享受老板这个身份吗？我觉得成长是很辛苦的，要当大人是很累的。其实我没有在享受啊。你会管理一些公司的事吗？不会，公司的事情不会管理，但是自己的工作上自己知道的范围之内的东西会去了解。但是可以偶尔利用一下职权为自己，对吗？本来这首歌是要给谁唱的？不知道，只是拿过来了而已。死都不讲，有没有要给谁唱？有没有得罪那个歌手？没有啦，应该不知道，反正就是一个 demo 这样。我们在寂寞中靠近，拥抱中痊愈，却不敢轻易说爱情。有些人爱着爱着就变老，人誓言爱着爱着会忘记。我们在微光中前进，暧昧中小心摸索着幸福的道理。怕只怕爱着爱着又放弃，有没有爱着爱着就永远的幸运。新鲜音乐，犀利问句。大家好，我是田馥甄，我的独家电台专访就在动感101。